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02集的节目。今天来还一款老债啊！在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系的玩具呢，我几乎呢都给大家拍过大部分的玩具，但是呢，有这么样一款呢非常有人气度的角色双胞胎兄弟呢，我却呢从来没有做过节目。从2009年玩具问世以来，一直2011年呢，我开始更新节目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我真的没有拍过任何一款双胞胎的玩具，因为我非常不喜欢这一对角色，又吵又闹又丑，然后剧情掰不下去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出来胡闹一番，然后强行的呢把剧情呢往下面推进啊。我个人是，anyway， 包括后面他们对抗这个合体的工程金刚的时候，我也真的觉得。就是他们那一段就很多余啊，我个人反正我个人是不喜欢。那么这一对角色的话呢，在电影第三集的漫画版呢，因为那个漫画我刚好我有看过啊，他们的下场是这个铁皮被御天之尊偷袭之后呢，他们两兄弟本来想替铁皮报仇的，不过一并被御天之尊给收拾掉了。OK， 那大概各位知道一下，我个人并不喜欢这一对角色，所以我玩具呢买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给大家做节目。那我大概简单提一下，这个冰淇淋车我也是2014年的时候呢，在网络上买到一个全新，那个价格非常的便宜，我记得是不会超过台币600吧，非常的便宜，那个时候已经是天价的东西，居然有人丢一个全新的。但是因为这个摆在柜子里头很久了啊，它有一点黄化了啊，就没有办法，是岁月的痕迹啊。那这个也大概都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买的吧，2014年的时候我才去买的。那么这一款是一个二手啊，上一手的玩家呢有给它做一些补色还有勾线啊，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包括这一款泥档也是一样，这两者同一个买家那边买过来的啊。那各位知道一下，这个可能就是跟你们手上的一个配色会稍稍有点不同吧啊。那么这一款刹车的话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的啊，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毛病呢是它的一个脚底板呢非常的小啊，而且的话呢就是位置的话呢稍微的偏浅，除非你能够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的这个脚呢偷偷的呢往后面呢就是移动一点点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勉勉强强呢增加它人物的一个站立的一个稳定度，要不然其实它很容易去摔倒的。那么我要讲一下它的一个背包的部分，它的背包的一个正确完全变形应该，我其实我也没有说明书了啊，但是我推测它的变形应该是这样啊，首先你上面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卡扣，这里要这个凸啊要扣进去就算了啊，后面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这一块部件，尤其是这一块部件，这个部件啊，这个凸啊跟这个洞啊，这里一定要扣进去，然后这个斜插这个板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从这个地方扣进去，如果你这地方有扣稳的话呢两手臂的话左边右边各一个这个卡扣才能够扣进去，以及更深部的话呢还有一个灰色的凸才能够卡进去啊，这一共有等于是有四个地方啊，一层然后两手臂然后最内层，一共有四层，内部要扣好，第五层就上面这个如果全部扣好的话呢，它的一个背包的状态呢就会呈现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啊，不会有其他的一个样子了。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没有扣下去的话呢，可能这个整个背包会整个拖在后面会比较大，尽管它的背包是有点大，但是因为有拆开啊，还有勉强算得上有点造型吧啊。然后这个脚底板的脚的这个侧边的话呢，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车形态的一个侧边的一个拆折叠到这里。那这个算不算空洞呢？这个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嘛，因为它的这个脚的一个本体是没有偷胶，但是外面包了一层过来啊，就导致于说这个地方是有点空了。那它的话呢，作为一个09年世代的玩具呢，就不会是只有变形啊这么简单的一个玩法了啊。它的这个你不要迫不及待的这个拳头就砂锅大的拳头就跑出来了啊。它的联动之一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按下去它这个拳头的话是会有一个弹射出来的。当然这个炮你也可以当成说是在有一个推进或者是说顺便发射子弹的一个效果。那除了两手不一样大之外呢，这个小手是可以转动啊，这个拳头的话呢算是也有一个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可动的，拇指也可以动啊，所以诚意度是满满满的啊。两手的可动则是完全一样，都有一个外摆内收，都有一个双动关节。头部的话呢很丑啊，看起来像是就是长相很畸形的智障吧，反正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就是很丑啊。那另外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呢是胸口这个器官，按下去啊，它的这个两边的胸肌啊还有头啊会有一个做动的一个感觉啊，这样的按下去
是的，是的，嘿，大概就是这样子吧，还蛮符合这个人物的形象了啊。脚的话，前后踢啊，这个外摆内收都是有的啊，但腰身是没有得动的。那这整个人物的话呢，就是在人形状态下啊，最大的毛病呢就是站立不足，其他的话呢，倒真的是还是蛮漂亮、蛮扎实的啊。那尽管说这个背包有点大，但是它整个胸型啊，这样子你可以看起来，这整个机器人就是。一整个非常圆弧形的造型啊，还是做的是挺好看的啊。对了，顺便加了一个这个啊，名字的话直接刻在一个后面的这个门牌上面。那我们的话呢，就开始示范一下这个变形好了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脚啊，这个侧边这里给打开，这个地方给松开，然后呢，整个的给往下翻下去，翻下去之后的话，这个脚啊。把它给往内推，然后鞋尖朝上放进去，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这个挡风玻璃，把它给翻出来，先到这就行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不用再解释另外一侧了啊。两腿翻进来，先到这就行了。再来的话呢，我们进行它的一个顶盖这个地方啊，头先摆正，顶盖这个地方掀起来，整个掀起来之后的话呢，整个把它给拉出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人形的话，从这个地方。头顶可以翻开来，等一下准备把它给收进去了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还有一个地方卡扣要松开，这个两手从这个地方，这样就可以把它给松开了，整个的给打开来。整个都给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啊，我先把它转成这个形状，看到吗？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一部分全部拉过来啊，这样方便我们做一个旋转。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顶的不对，引擎盖给翻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先怎么做呢？把这个头啊。单独把这个头啊，这里是有个卡扣的，那这个地方按下去，看到没有？就是刚刚联动的一个机关，把这个头给放到这里，头要摆正啊，然后两个耳朵啊可以放到这个凹槽里头去啊。如果头没有摆正的话呢，就是凹槽放不下去。然后这个黑色的这个引擎盖下面是有个洞的，把它给扣下去。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车顶盖给整个恢复它原来的一个样子，顺着这个缝啊什么的去卡就可以了啊。再来，我们就进行这个手脚的一个密合了。这里要讲一下啊，这个脚的话呢，往前面放的时候啊，这里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对不对？刚刚提过，双动关节要往上面折上去啊，往上面折上去，然后呢，这个把它给转到啊，我们先把这个后面两手这里，两手这里先合并起来好了。这里它中间是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好吧？先把它扣起来哈，这样子方便我们做前面这里的组合。这里的玩具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你就只要大概的把它给翻起来，前面有一个小结合卡扣，这样。然后这个脚的话，刚刚跟各位提过了，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啊，记得把它整个折上去，然后往上翻上来。然后呢，这里是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的，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玩具容错率很高，各位可以很轻松的去完成一个变形。好，捏一捏压一压哦，就到这了，差不多快完成了啊。最后的话，这个手很简单啊，是手是这样子，把它给反折进去，然后呢，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手的话呢尽量折小一点，然后就塞到这个内侧去。当然，另外一侧的这个大手也是一样的啊，虽然是这个单身 N 十年的手，但还是一样啊。这车够大啊，当然塞得进去了啊。然后就最后就旋转这个部分，塞进去之后。做个简单的一个旋转，然后呢，就是后面主要两个卡扣了，一个是前扣在跟前面，后面有个结合卡扣，就这样的，把它给稍微对一下。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真正的玩具的话呢，是要有很高的容错率的啊，很高的容错率，这样掰一掰捏一捏，它就能够达到一个变形的定位啊。当然我会建议是先扣后面。比较明确，然后再扣侧边，好，压下去了，声音非常的清脆，非常的响亮啊，这个感觉就是舒服了啊。到这里，那我们这一款这个变形金刚第二集 The Last Class 的一个刹车 Skids 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来看到这一款刹车的车型啊，他们双胞胎呢，两个呢，其实呢都比较喜欢绿色的这一款。那两个人当时是这个刹车先抢到了，所以他就扫描了这一款。这是美军呢特别给他们准备的一个载具啊，它是一个应该是什么
Chevy 的一个什么概念车吧。这车子的话，我是外行了啊。那么这个绿色的这个家伙的话呢，就是你这样看一下，两个车子的话呢，确实也是它是比较酷炫一点啊。除了车型的一个流线感它是比较强的，然后侧边的话也是有这个图章，像是一个速度闪电啊什么来着的啊。相比较起来的话呢，这一款尼桑的话呢就朴素得多很多。那这个以这个轮胎的话，它都是有这个银框啊，这个应该是本来玩具就有，应该不是它补颜色上去的。那它有附带这个子弹啊，就放在后面啊，这个到时候它的载具我们再来讲就好了。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冰淇淋车啊，所以其实玩具收了是收了啊，但是因为不喜欢这个人物，就只是纯收藏，就没有把它拿出来做节目。那这个滚动性是很好，没有问题。然后车子的底部其实有那么点空啊，没想到说会是这样子的。就一个机器人的部件的话，所有除了手脚之外，头算是藏到这里了。严格来说，它也是一个车包人脑，就是被包的一个大回旋之后盖下来也就完事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手啊，这个里头的收纳，你是尽量把它收平整一点，因为我发现它其实如果你手的话在里面收的不好的话，我觉得好像会影响到轮胎后轮的一个平整性，大家就尽量的去把它完成吧啊。然后看到它内部还是有一些刻画的，后面有一个加油的这个孔，后面方向灯，然后车子的一个牌子还是写的一个 skids，然后水蓝色的透明部件，车子没有什么问题啦，那个时候的这个玩具素质都是很高的啊。尽管的话呢，就是以09年的玩具来说的话，这一款的话也是至少有中等水准以上的表现啊，现在玩起来会觉得还是蛮过瘾的啊。整个把玩起来，除了说人形的站立性比较差之外，就是其他就是个人你对机械美丑的好恶意啦，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缺点。那目前可能也不容易买到。那么 SteelSeries 的话呢，目前会不会有双胞胎？目前好像还没看到图片呢啊。那为了避免到时候我手忙脚乱再补这个影片的话呢，现在就干脆把它给拍一拍了吧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